好像是有一种凝聚、一种连结的这种感觉。我们也是希望说，2024的这一次的微剧场，走进春天的果园，真的是我们可以把很多的是美好的事物，我们把它交叠连接在一起。我自己很喜欢这种就是很浪漫的然后很流动的这个布幔的场景。其实就像我们无论是音乐还舞蹈啊。我们的生命之中花很长的时间在理自己，它就是需要花时间。你听出来，你听到的对，它需任要花何时间，没一错。个音，跟任何一个站在那里的一个身形，其实它都是在传达我们在这时间流里面，我们经历了什么，不会只有此时此刻。